不知道这个小姐姐点过呀，对吧？我没点过啊。感谢嘉宾跳跳糖送的飞机啊，谢谢嘉。YY 头像是你本人吗 ？YY 头像，我看一下。嗯。YY 头像是我本人，帅吗？哇，那你长得还挺秀气的。长得秀气啊，还行吧。之前有在之前去过韩国，当过一段时间留学生，啊，嗯，太谦虚了。这有什么好谦虚的？出国不是只要有钱不就行了吗？有什么好谦虚的？还好吧。嗯，谢谢李逵送的一个飞机啊，谢谢李逵，谢谢老板。没没，你说我是唐僧肉啥意思啊？啊？你不是说你卖艺不卖身吗？你又不是唐僧肉，我贪图你的身子干嘛？然后呢？我吃一口又不能长生不老。小雨讲话怎么一愣一愣的呀？你是不是有点口齿不清呢？你，啊？嗯谢谢小马送的飞机啊！谢谢小马。我是不是卡了呀？你听不到我说话吗？我听不到你讲话啊！现在可以听到你讲话了。现在可以了吧？那刚刚应该是我卡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平时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平时做什么呢？哦、我平时是做生意的，做什么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什么声音啊？刀妹主一还是主 Q 啊，兄弟们？老板。什么声音啊？收到。哇。这里好危险。
你上来就问老板做什么呢？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深入的了解一下你。想深入了解一下我，有多深入啊？嗯。慢慢的深入。你这小姐姐讲话我有点听不懂啊，说实话。嗯。讲话一愣一愣的。没有吧？没有吗？我觉得有。嗯。刀妹咋上单？可以。哦，摸你，扑灭之波拿来。摸你。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？印度飞饼。啊。大哥。啊，在呢，老板啊，不是在啊，说错了啊，在呢，小姐姐。哎，你。我说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？我平时喜欢看电影啊。怎么了，小姐姐？你平时也喜欢看电影啊？哦，你喜欢看什么的类型比较多？妈呀，我喜欢看那种动作片会多一点。嗯，哦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哦，哦，林正英的僵尸。林正英的僵尸有没有看过？我小时候可喜欢看那种片了，僵尸片。嗯，可吓人了。你喜欢看什么片呢？我喜欢看周星驰的。你喜欢周星驰的是吧？这么厉害。嗯、你已经死了。我不打你，我印度飞饼你，飞你。你已经死了。那你上网的时间应该不长吧？还可以，等一下啊。我要现在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要单吃他，但这个人好像有点猥琐。好的。哎，好猥琐，操了个地界了。手太多。啊，漂亮！溜了回家了，九秒钟起飞了。嗯，小姐姐是江苏人，你哎啊。23了是吧？嗯。啊，年纪不是很大呀，年纪有点小啊。现在来说，这个年龄已经很大了。确实很大了。零零后的天下。对，刚才只是想安慰你一下。那你这么大的年纪，为什么还在打游戏呢？不找个班上一下吗？啊。为什么不找个班上呀？在这里一个打游戏，嗯，因为我喜欢玩游戏啊。喜欢玩游戏啊？那你是网瘾少女是不是？嗯。是的。那可以啊。那你他妈天天打游戏，你父母不说你啊？说的，天天都烦死了。烦死了。就是你会遇到一个人在屋子里的时候。就你家里人动不动就进来看看你。哦，进来看你是吧？对，以后给你塞吃的，以后给你递这个递那个。那不挺好的吗？给你塞吃的多好。嗯。很烦的。这烦什么？这种吗？我是个我在外面买了房子啊，所以说感受。你自己住的吗？我不自己住啊，我在外面有买房子。嗯。懂你的事。嗯，这刀妹你咋这么猥琐呢？我们刚一下不，印度飞饼。回到家。这刀妹这么猥琐呢？这刀妹。他打不过你。你的父母知道你，就是在
笔芯上面工作吗？嗯，不知道的。不知道。他们懂这个东西吗？不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。啊。嗯，那你天天晚上接单的话，不会吵到你的父母睡觉吗？哦，那倒没有晚，就是晚太晚的话，我就睡觉了。太晚就睡了。是。啊。对，就不会熬得很晚。你下一波已经死了。还是要装一下。飞牛冲撞接化虎绵掌接印度飞扁。操！这也行吗？你是惹债还是 faker 啊你？哎，我蓝没有了，小姐柠檬盒要笑呢，小姐。老板死了，你还在笑？我刚看到。哎，我的。这一波没看懂啊，我没有蓝 Q 了，我他妈这一波 Q 了他废了，小姐你为何要笑呢？你再笑我给你来一刀再笑。错了，我错了。一般我在家里都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开始不接了。哦。一般都是白天，要不然我妈就会说我。那你应该是个乖乖女吧你。嗯。是。在家长面前总要乖一点的。乖一点。谈过恋爱没有？感觉像你这样的好像没有谈过恋爱一样。嗯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。那肯定啊，老板是高手。刀妹很骚啊，刀妹啊，谁让你跑了？给我挂虎绵掌，我烧你。那你平时在网上有接触过？很多女生吧。等一下啊，老板在干瞎子，瞎子，印度飞饼，漂亮，这么会跑呢？你这个刀妹，我今天不玩死你，还好啊。嗯，你刚才说什么，小姐姐？我说你在网上遇到的女生不少吧？什么叫在网上遇到的去？我很少在网上认识小姐姐，怎么了？你很少点单吗？我不经常点单的，小姐姐，我就偶尔玩一下而已，懂吗？我以为你是经常点单打游戏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呐。你把我想歪了。你在网上有没有网恋过？我在网上有没有网恋过？哦。网恋过呀。你网恋过没有？你应该经常网恋吧？嗯，我没有，我很少。你很少，很少，很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东西还有很少吗？你想要多多呀、啊？你这个渣女，还很少都说出来了。次数很少。次数很少。对。咋的了？你想要多多、啊，次数很少。还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。年轻，你现在也不大呀。23岁，年纪不是很大的。那之前就没网恋过嘛，就想着体验一下。你买房了没有，小姐姐？没有，没有这个本事。没买房啊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你是干嘛的呀？我是卖墙纸的。你如果要有房子的话，到时候你要装修啊，咱们可以聊一聊，深入合作一下。你要是没有的话呢？那我觉得咱们还是安心打打游戏，对吧？你不要想着跟老板深入了解了。好，那我跟你摊牌了。啊，我有房。你有房啊？你是什么毛房吗？不是，我有套别墅。你有套别墅啊？区都有几套房子？你就传说那种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杭州一套，江苏一套，是不是？你都摊牌了，那我也摊牌了。别怕，瞎子来了，我如何怕你这个小龙龟？刀妹就这么把你卖了呀，刀妹。龙龟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这一把的话，说实话，我就挂机了，我现在就挂。我现在就挂机。太难抽了，这。活活给你卖了呀，这你能忍龟兄？这个得来我。这刀妹，我给你报仇啊！好，他死了已经。
肥牛冲撞接化虎绵掌进印度飞扁接个平往回拉。哎，干啥呢？还 Q 回来？你是不是犯病了？你是不是想死？现在就纯靠收速过人。他这个刀妹看到兵就想 Q， 这个职业兵犯了啊！回家一下。嗯。哎，我这个现在就无敌了呀！斜来一个，再来个杀人剑，不香吗？漂亮！这石头人感觉非常好玩，这石头人。嗯，你刚才说的，你有什么什么？哪里有别墅来着？我北京有别墅。你北京有别墅啊？好，嗯，说的好，给你鼓掌。小姨，要不要给你再来一再给你来一杯哈尔滨啤酒，再给你一碟那个花生米，懂吗？我还想听你吹，我还想听你，我还想收租过日子，我还想听你吹吹牛逼。嗯，你还北京有条别墅呢你？嗯，怎么能叫做梦呢？你感觉就是在做梦，小姐姐。人总要有点美好的理想吧。刀妹，你在玩太空步吗？刀妹，是不是在搞太空步？印度飞饼，我这么帅，这么帅，确定吗，朋友？还来啊？龙辉，刚才他已经把你卖了，你还要跟他来？好，好，好。我北京有四合院，你想看看吗？你北京有四合院，可以。想看吗？烈火刀法，喝酒可以。这个泽拉斯不会是代练吧？6-0-114层杀人出，你们下路在玩什么？你们下路一个辅助14层杀人出来，我中路，我没有看懂啊。这个一定不是你。是你对面爆，这 AD 不是我呀，这是你们下路什么情况？稳健一点啊，小姐姐，你这个不稳健过分了啊！他们现在换线来我上路恶心我了。嗯，没事，马上就好。36秒钟大招。这36秒，我觉得他们已经足以把我的塔推了。你这个泽拉斯也不强呢，为何这么膨胀？我靠，射吐了，回家一下。我给对面射吐了，这是啥？水银鞋给他来一个，嗯。你们下路打不过对面啊，是不是？刀妹反正废了呀，刀妹是废了。可以，好闪，能跑不？别怕，石头哥哥来了，石头哥哥，好走位。哎呀，这个泽拉斯你别给我撞到了啊！肥牛冲撞接化虎绵掌进印度飞饼，接拍，接拍。接烧，接牌，一闪，印度飞饼，好，来来来，看看我位置没有，甲，哎呦操，哟，我操，下路人呢？下路一个人没有吗？死掉了。哇，这 ADC 的求生欲望这么强吗？这么点血还闪现跑？我得来一个红水晶。嗯，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？我平时喜欢听谁的歌？平时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。伤感的还是？嗯，真的是。喜欢周杰伦吗？我的童年。你的童年啊？那我们是。那我们是一个年代的呀，我们都是90后。你多大了呀？我26岁了，快30了，小姐姐。
还早呢，快三十了呀。90后都是奔三。嗯。但是听你声音不像呀。听我听你声音也不像23岁啊。那你听我像多大？我听你声音像32岁。别急啊，看到一个泽拉斯，听说你交闪现了。你别给我逮到了，小逼崽子！胯骨绵掌，印度飞饼，嗨！你看你这个小乌龟，非要来抓我，上当了没有？我们是一个年代的，那你童年有没有听过什么搞笑的广告吗？搞笑的广告啊，就比如说，哎，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拍那些，每个台都有什么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还送脑白金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以前还吃过那个。知道吗？吃过那个黄金搭档，你吃过没有？这个我没有。你没吃过？我听过。听过是吧？那可贵了，那一颗得699块钱，可贵了。你知道这么详细呢？我买过，我肯定详细啊。嗯。你还有你买过那个方圆正字笔吗？你背过那个贝贝家吗？我都买过，小时候。嗯。那你这个有点久了。嗯。我记得我小学6年级用那个方圆正字笔，哎，可秀了。嗯。那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？我小时候喜欢看那个葫芦娃。看葫芦娃是吧？可以。对。嗯。你都看哪些啊？我看什么？我看那个蜡笔小新。嗯、某某。下一届买一个对面这个阵容，我来出个啥？我想一下，出个魔抗带一个。嗯，魔抗肯定是要带的。嗯，魔抗带一个，头盔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刚刚我说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说啥了？嗯，有个四合院要不要看？有个四合院要不要看？想看吗？你想看吗？啊，不想看。嗯，嗯。你想看也看不到，因为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没有啊，我知道你没有，小姐，你不要搞了。嗯，来了，老弟，给他磨，给他破了，可以不？我来了。来来来，救一下德莱文，别怕，龙龟要滚过来了，印度飞饼，化虎绵掌。吸我是吧，吸我，印度飞饼减速，肥牛冲撞，接化虎绵掌，接点燃，接印度飞饼拍，继续往前追，溜了，印度飞饼交给队友，往后拉，印度飞饼减速，确定吗？化虎绵掌。哎，我杀人书咋不买呢？我应该来个杀人书啊！等一下，差点钱，我得买个杀人书啊！等我一下。牛的，你平时是玩哪一路比较多？主打石头的吗？老板是全能的，全能型的，什么位置都。为什么不打 AD 呢？为什么不打 AD 啊？因为我一般只喜欢跟那种长得好看的小姐姐走下路，好吧？如果你是个坦克，肯定走下路，那不吃亏了，那老板吃血亏了。嗯，好吗？小姐，你是小姐，你长得怎么样？小姐，我长得还可以。还可以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炮车谁允许你补的炮车？小姐姐，这个兵打的不是我打的。
你不要个大脸呢，你敢偷我炮竹呢？哎，走。印度飞饼。嗯。小姐姐今年多大了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老板有点健忘，老板的话就是最近卤多了，健忘了。谁给你的勇气当龙龟的？飞牛冲撞接花虎绵掌，接印度飞饼溜了。我往后了，别怕，我很肉的。老板是个老板是黑非常肉的老板。你死了，我没死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没事没事，叔叔不在我。亏了。小姐姐，石头人都可以玩的这么厉害。小姐姐，平时的话是走什么路线呢？平时，走那种轻松路线。轻松路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休闲是吧？对对对。还轻松路线呢？你尬不尬？轻松路线？哎呦，东妹很厉害呀，东妹。代练吗你？举报了啊！小小代练，可笑可笑。哎，刀妹人呢？过来过来过来，烧他，烧他！他真不见了，不好。我去找一下。谢谢秦一墨送的火箭呢、啊，谢谢秦一墨呀、啊，谢谢老板老板，大气，爱你，小龙龟。有点膨胀的小龙龟，小心一点，都人人都来了，你死了我先卖了啊，把你卖了，我死不了，你死不掉，我卖，把你卖了，行不行？走吧走吧走吧，没事，我救你，我是个暖男，我为什么不要救你呢？别急，嗯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印度飞饼，他滚过来了，别怕，队友都在。组织都在，别怕，肥牛冲撞 ，A 你，阴你，印度飞饼漂亮，可肉了现在，大招减速嘛，溜了，下次会，卧槽，这脚可以，这脚是真可以啊。你平常是老碰到代练吗？我平时老碰到代练，很烦。是不是经常被代练打？代练，我不怕代练啊，我的队友怕。一般我都是单吃代练的，好吗？明白，了解。等我印度飞饼了解一下，600块到手，谢谢老板的600块钱，偷个鸡吧。我已经20层杀伤出来，小姐姐，现在。回家来个头盔不就无敌了吗？接下来，一起回家，一起回家。小姐姐这么会撩人吗？你撩的老板不要不要的。但是我好像撩不动你的样子。老板想跟你深入了解一下。小姐姐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？喜欢你这样的。我这样的算吗？我这样是什么样的？你来描述一下老板是什么类型的，我听一下对不对？应该是属于，我想一下词汇形容一下。你要给我拦墙了，我去江苏给你带点土特产，你信不信？还笑呢你？可能啊？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不可能抢你的。给你带点土特产、啊，你信不信？你应该是属于那种。你先听我的声音，想象一下老板是长什么样的，描述一下。印度飞饼，还来、啊？晚了，我。我先溜了啊！老板先走了。走哎走走，老板怎么会走呢？老板是最不会走的，确定吗？那我很好，画虎绵掌，完
了。肥牛冲撞就刷你，印度飞饼，一溜了。老黄怎么会跑呢？印度飞饼，交闪溜了。好了，你的记性。虾哥来了，虾哥来了，虾哥来了。印度飞饼 ，A J E， 再粘，再烧了。完了。烧了。印度飞饼，别怕。虾子，你他妈，你要给我卖了，我给你头给你打了。咱们二打二，你怕他？我二十五层出啊。好脚法，好脚法，好脚法。印度飞饼。哎，漂亮！一可以可以可以，减攻速夹，漂亮，可以。你的记性不是一般的差呀，老板。什么什么记性？啥意思？一开始我不是问你了吗 ？YY 是不是你？啊！又让我想象你长什么样子。哦。记性多差！其实老板是骗你的 ，YY 头像其实不是我，我就不瞒你说了。YY 头像其实并不是老板。男的女的折磨了解一下。你想象一下老你想象一下老板应该是什么类型呢？你先想象一下老板是什么类型。跟这个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不会差很多。我猜对了吗？你猜的不是很对呀、啊，应该也是偏于比较秀气的吧？秀气啊，秀气还可以啊。江湖人称电竞吴孟达啊，不是吴彦祖。好笑吗，小姐？好不好笑？哎，弄吧，我有大招。真的是，好不好笑？保护你。画点蓝，画虎绵掌溜了，印度飞饼溜了。溜了，画虎绵掌，哎，我们俩画灰了。你非要带我去送呢？你还有大招？你给我错觉了。其实我不想上的。我觉得你性格挺好的，是不是比较胖胖的男孩子？胖胖的呀，建议把眼睛。对啊。建议去看一下眼科。老板是那种胖胖的。一般胖胖的男孩子脾气都很好。你放你妈的哈尔滨牛肉皮，你知道吗？老板不胖，老板是那种小鲜肉。哎呀，老板怎么会胖呢？你这，我就告一般、哦。你说吧。大多数都是比较胖胖的男孩子脾气会好一点。谁跟你说的？谁跟你说胖胖的男孩子脾气好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像你扯淡呢、啊？那像你这么说的话，那瘦子脾气不好喽？你这么一说，小姐你要这么说，我要点名批评一下你。没有，只是一小时。哎，你们这么强，好像没我石头人什么事情啊？这些人，来个大龙不香吗？我来了。我无敌了呀！现在，小姐。像我爸就比较胖，脾气不好。你爸很胖、啊。你爸为什么会胖？你爸年轻的时候就胖呢，还是就是成年以后那个中年以后发福了？年轻的时候。啊？你没有看过你爸爸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吗？有，这个有，但他没有就是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。没有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是吧？可以，是一个狠人。因为我爸就不怎么爱拍照的。你觉得你爸长得帅还是我长得帅？谁让你走路的？你他妈满血不回家，在我旁边浪，你干啥呢？满血不回家。上楼带一下，太膨胀了呀，太膨胀了。今天赶满雪在野区里面散步，简直不把我石头人放在眼里。等我二十层杀人服。你爸妈喜欢拍照吗？我爸妈不太喜欢拍照。那
那也差不多，基本上就是家长都不怎么爱拍照啊。对，那时候哎条件差，没有手机都没有拍什么照，没手机呀、啊。推塔，推塔。哎，我操！我这个太舒服了。泽拉斯谁给你勇气出来的？不是谁，谁给你勇气出来的？是谁？啊？我让你出来了没有？在家门口打架。我叫你在满血不回泉水跑出来浪，不知道在浪什么。这个人不当个人。下次给我把中塔推了，什么意思、啊？这把真的是躺。你这把躺，你是把把躺的呀？你这把躺，你下把也躺，你信不信？推了，哇，五面掌推了，推你躺，脚，一闪。